然觉得浩浩你像我儿子。那就陪他整呢。盘子，盘子，好手把脚的呀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看起来这么生疏的样子。第一次在做餐桌上面吃饭，相信第一次。哦，不要，我一直在招待。怎么整死的吗？两太好看了，还死之手给他送过去，太好看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小叶灯。哦，怎么打？小叶灯不大呀，这么大，小叶灯啊。小吗？都有故事。谢谢。什么呀？这是。哇。这个也好可爱啊。好，他还会亮。谢谢，会亮。你跟我说这么多谢谢。哦，亮了。不亮了吗？我没看着。啊，看着了。这项荣耀的工作啊，交给我们的豆姐啊，往上播。哇、哦，快工作。怎么会死？大家都很配合。浩浩，嗯，把灯关了。干嘛？你关嘛。关闭客厅的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长的愿望，签大嘴巴。开灯了。打开全屋的灯。哇，好可爱啊，这个蛋糕。你们合张影吧，你们长得挺像的，来。彩虹猪，做一个动作。Nice。你不得进去吗？我也要进去吗？当然啊。然后就切蛋糕啊，收进来。我都忘了蛋糕怎么来，你亲自宰了这只猪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这么暴力的吗？没有。哇，我都不想破坏它了，我都。那就不吃了，我们就把它放到那里当展览了。哎呀，好好看啊，真的。你吃猪鼻子吗？猪鼻子能吃吗？那个尾巴给豆子。哪儿长的尾巴的？一圈的尾巴。可以 ，nice 技术。猪鼻子就掏出来了。哇！被破坏了。哦，真的一点样子都没有吗？天哪！说不定你这夹这些快碎过来好点子。真的吗？看看还剩下变成什么样。碎完。等一下，猪脸没了。来。嗯，好吃。祝我生日快乐！好看。